天六一儿童节，我跟大伟下午陪两个孩子出去溜达一下，外面刮风啊有点大，去室内吧，去书店陪他们看看书。天西安阴天，而且风还挺大。咱们离这个书店还挺近的。今天来这边的人还买那个蛮多的啊。我们找儿童的，儿童区域在哪？儿童区域好像应该在二楼吧，我记得。我坐在二楼。咱们家不是有这个粘土吗？就是他们家那个灯火，就这个，这个红色的。就是咱们国家。咱们在这个位置。哪个东西？拿个。今天大家都带着孩子来看书了，你看人多不多？百变马丁给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找到了。小果手里拿了什么书？奥特曼。这个我也在猪猪侠里，他们猪猪侠里演过，他们是长时间是那个生活在水里的，待在水里以鱼为食，用修那个嘴来抓鱼吃的。这个是什么奥特曼？罗索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。这是罗索。这是罗索啊，这个是布鲁。那咱们现在回去了，看了一下午书了。回去吃饭了，妈。那咱们回去了吧。